啊，这有海螺两个，两个，哇，马浪太大了，一共有三个啊，赶了三个海螺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肉嘛，这海螺虽小，但是那个肉很猛啊，应该可以吃。好，这个石缝里又发现好东西了啊，这里还有一窝藤壶，这个藤壶搞不出来，没工具啊，就是这么难啊。还有只螃蟹在里面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把这个打火机搞掉，太难了太难了，有个铁钩把它勾出来就好了。这螃蟹不算大，但也不小啊，我要找个东西了，这赤手空拳的赶海真是太难了。看见没有，这里有两个海螺，我操，围装的很好啊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，两个叠在一起的，收了，拔不下来，凹了，这个颜色伪装的太好了。哎呀，看一下这个，我现在这赶海的环境啊，这个环境还是不错的。这是一片礁石区，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赶海，因为下着小雨。啊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，固定螺、佛手，这些虾，这个虾眼睛是红色的，看起来很凶的样子。还有这个什么